我想要个笑的，哎呀，我有讲等你啦，等你，嘿呐，我有讲等你啦，啊，咱弟弟啊你，好啦，他讲人家来讲讲袂准，唔正，好啊，你老师，你第一个真正讲无准的，我同学讲的啊，安那啦，讲我甲你救一个，伊就心肝丢一个，真啊，救两个人，丢两个安尼啊，真啊，也再看一两下啊。跟我讲的，讲因讲因遐咧做做十二年做一摆大将，对呀，做大将。玻璃啊，南投去农民的玻璃啊。哦，你讲雪阿雪姐姐伊啦。有啦有啦。哎呀，阿姐听拢爱食菜呢。哦，食个大菜为佳。你这边工厂不拢爱食菜咧？是哦。好啦。真正的。未歹啦。未歹。哎，未得未好，还未歹。我是意思是讲爱虔诚啊，咧做点辛苦的代志，爱心诚家灵啊。嘿啦，爱入境随俗啊咧啦。对啊对啊。老师，你刚才老讲一个对不？对。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呢。安尼喊来都有问题啊。因为要一早早起哟。早起。一早起呀。啥？你听不出我咧唱歌吗？
人家是迄早起呀，对哇对哇，我你唱我麦，迄早起呀。你唱歌，你唱歌就要跪跪趴地位。干咩？哎，国国文歌听我好咧烧烤咧。啊，无老师，你那是无咧烧烤的时阵，你会讲安那？无啦，那我，那我那爸不是讲叫跪趴地。啊，无你那爸会讲安那？咁好。马紧啊，迄阵起呀。你跪干掉你啦！红梅公哥哥，你要欢喜着啦！你真卡人哦。嘴开开啊，都拢作乡土的。哎，有有啊，你讲无话呢？有有。你也是会讲出出来，伊只来后边后边才有法度通讲出来呢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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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。一早起呀，落大雨，落个稀泥薄。哎呦，老师。大哥。而且，迄像地里青老前辈。一早起呀，落大雨，落个稀泥薄。阿伟，吹胡仙伫你身上同款呢。有。哦。那讲一半讲还袂出来。今日早起哟，咱来做歌咏啊、哦。来歌啊，歌咏来。哎、欸，蔡妈妈。蔡妈妈。教因查某囝。我教千金。哎、欸，对，来教佛堂拜拜。伊讲哦，嘿，那是无来拜拜，伊会感觉讲怪怪啊。对啦。所以那爱来教囝，看袂感觉。阿母啊，总是会甲召唤来。哎、欸，对、哦。所以话人哦，无来吃会怪怪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哎呦来啦吼。哦喏。啊，真袂拄好啊。有啦。啊，我拄啊今仔爱睡去电一下他某呢。啊，拄好来啦，真。安尼个哎。老师真卡出门，伊拄啊后卡搞啊咧啦。安尼个有够无彩。有啊，无断掉啦。有啊，相片有翕无？哦喏。有哦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那蔡妈妈。哦，哎呀，个个个翕相咧挂口罩。啊，唔可以，即摆因为咱个活动拢爱挂口罩咧。有啊，你咱即摆是八大类呀。嘿，无翕相无嘛，习惯。阿妈，我请这问，啊，像你那咧翕毕业照，大拢挂口罩，是免认得出咧什么人？你目睭啊！那目睭我着较好认。嘿啊！对不？啊，那别人就歹认啊。没吧，拢同款啦。无啦，我也较好认啦。你也较好认啦。我这凤眼呢，一看就知影我啊。人家凤眼是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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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龙凤的凤。啊，无你叫什么凤啊？门凤的凤。你个挂安尼嘛是怎样讲？这位是蔡妈妈。无啦，人家水个安那挂嘛水个。嘿，那八十岁啊，那伊讲八十岁啊，你八十岁个阿嘞。中华路中个呢？好好，哎呦，个模特儿身材个嘞。真正又送你破卡车，等落落。好啦。啊！伊吼，我那足虔诚的吼，安尼甲母牛好事安尼吼，安尼规口罩拢甲两下落呀。啊，人个母牛顶啊，红阿婆拢有点个，足虔诚的啊。点这个顶盖母牛顶盖好啦。好好，我嘛点一趴。哎对，啊蔡妈妈那冇点了。有啦有啦，因为咱林港大家吼，较袂蒙蒙渺渺。唔知要倒位去。好啦，无使林港啦，目睭呢两只较亮滴哩。嗯。咱大家拢要来阿婆身躯边，我要来遐教阿婆兄弟。所以咧，除了讲心善良以外吼，阿婆你搁甲咱安尼交换的啊，咱的身躯边，对啊，做好啊，你啊做歹就无法度咧。无有个人，无有个人，连讲得去做高文，要高文要贵咧，拢无一个归宿啦。哦，那你不是要讲伊啦？无啦，我是要比一个人强啊。我来看下你迄只牙，可能我去吹吹吹啊，你吹。我咧用我的目睭买啊，你扫了。感谢啊，咱那个蔡妈妈听讲讲有哪有好奇哦？有啊，个好奇类啊，你规好啦，两名好奇类啊。是是是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千里迢迢哦，为三高雄市的三民区，因早起早起来的。对啊对啊。来个母娘家呢，吼好奇重点少。早起来做老师啊，足友好。哎对。啊，迄个孙啊，英语个真棒。哎呦，国小一年呢。像咱外国人安手手叫，拉拉叫啊嘞啦！哎呀，迄个有好的环境栽培，这优良的下一代啦，真好啦！哎，拜拜拜拜！干部呐，罗拉里哦，谢谢！哎，干部，阿哥五，阿哥五啥？阿哥五老师，你零五教完哪点不？零五，我哪？你哪里？搞笑的！迄个阮新的个秋妹。秋妹，伊
假令我来买荷花效果。假啦，品尝、啊、人家捧捧个个用品尝诶。哦，品尝哦，我这无再优秀啦。哦吼，假、哦、来买荷咱效果诶。哦，这大坑啊！哎，我大坑。假大坑、啊、哦，你也看。啊那个阿的手一堆，我的手无去啊，但我竟然讲我的手擦掉啊，迄个是要红看吗？这偌大了的嘛？你敢不知道这偌大坑？偌大坑啊？差不多。哦，嘿，我不要讲啊。没有，所以我有摕一个十块，你叫你可以比啊，你就怎样讲这偌大了？这个十块，这个差不多十块啦。哟，阿你阿你看这个偌大了嘛？足大粒的。哦，感谢秋妹哈。哎，阿你一箱这大箱。阿姨。一路下再高啊！一路下到伊人高。啊！进来带你咱的新房。嗯。啊！啊！你看咱的节目。哎，要来清修。我有看到你咧看咧，秋妹姐。秋妹，哎，谢谢罗兰啊！感恩哦，你的捧哥。哎，感谢你的捧哥啊！哦，一箱。怎样吼，老师吼，你的捧哥的冰箱的库存已经无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说较紧呢。已经。要打存一粒尔，哎哎，迄个阴暗那好过了吼，忙啊在忙啊在忙啊在下打，多喝秋梅，多喝及时雨啊，迄咱接到安尼，迄个迄接到都未叫过路一下，过路就无油啊，车无油吹袂惊。哎呦，原来彭哥是老师的油啊咧呐。好啦，啊，落来啦，落来啦，感谢大家端对咱真好。哎对，今日真好。我要来分享一件代志呢。这边要分享，麻烦等一下。无咯，这啊先讲一下。好。这在带伫咱高雄盐埕埔啊啊，一个会进场伊介绍，介绍蛤蟆星。蛤蟆星。蛤蟆星诶，一位王大哥，伊咧因咧种船啊，咧偷一抓出来，讲拢要一两年靠回来啦，迄湾牛诶啦，啊，伊这回有回来啦。哦，伊讲即个船顶拢要用咱的观念教方法，大家围顾好。哎呦，每只船仔人拢要用安尼方法的。啊，无你出门去吼，迄单位那听说总无咯。啊，因以前拢去买止疼啦、消炎的啦，有诶无诶啦。朋友啊啦。嘿啦，啊，即回听讲哦，这个会当甲围顾较好哦。伊即回船顶所有的人。拢要用咱的观念教方法过位咧，胃病赶紧念起来。诶，啊，台湾人带胃病人介济，因为诶，船啊，咱吃几工啊，啊，你物件食咧哦，啊，咱切，即样做工课人甲开车人同款啊，啊，你着食饱了，啊，切，有当时胃拢会下垂诶，哎呐，啊，咱那里，那里款那落，那落盐埕埔诶，进山较厉害啦。嗯，伊讲诶讲，以前伊拢食袂生吧，好，伊都捌一摆大病过来了，总食袂生吧。啊，要炖也袂堪要食，食炖的。啊，伊讲啊，唔知要安怎开，要来去检查，讲胃嘛无安怎，无安怎好。检查胃无安怎，只是讲可能吸收较歹安尼。啊，阿多听着咱的节目讲，好来，我这关了门我咯。试看卖，用看卖。哎，安尼伊即差不多四个月回来，伊讲人全好看起来。哦哟。哦，对，伊对生肉无，本地讲本地方特别倒向行过啊。啊，即个人计真呢，老人。本地皮包骨呢，啊，咱即卖好看起来呢。好看起来，咱才会当对抗咱外界吼，即有诶无诶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来啦，先带人较关心嘛。基础。来，预备，基础站出来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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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右边，左边，喂，三回啦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上去。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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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四，上去。一二三四，再一次。三四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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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四，上去，一二三四。
四，十五厘米，投出去，噗！啊啊，真赞哈！嗯，我来讲一个 news 给恁听。什么 news？ 较早，有一个针头。好啊啊，迄、那个针头，查甫人拢咧讨海。哎哎，根本是当杠。玉姐啦，我也无讨海，我也正常嘞。啊，无就一定爱当杠嘛，就卖个破茶房挂茶店拢破去。明仔当杠嘛，袂使讲，真僵啊！老师，今天所在绝对不是当杠。好啦，嗯，啊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查迄个查某人哦，拢离厝里呐。哦吼，系啊。哎，做家事，迄查某人话伟大。啊，因为查甫人去害人哦，啊，查某人伊。欸，查甫人去讨海，啊，查甫人有哪去讨呢？查甫人嘛讨海哦，伊讨起呀！那伊真好啦，我上菜人讨起呀！好，我讲你听，啊，迄这毋是计平常，这无啥，你莫抓着就好啦。我讲你听哦、喔，但是因为因今麦遐也无做呀，哦，偷鸡也无做呀，今麦偷鸡也无做，今麦因无讲偷鸡啊啦，啊无因讲啦，因拢讲骨倒啦，哎，伊那偷一摆讲骨倒一摆，哎，啊那骨倒两摆就是偷两摆安尼，安尼较好听啦。但是因拢去迄块咧教堂哦，也去咧甲迄落神父啊，神父啊去告解啊，神父啊。我有罪，你是什么罪？何罪之有啊！我今日骨倒两摆，牛车嚟啊！神父讲，头拄只做你头前来，迄个今仔日骨倒三摆，你两摆，你还阁差一摆呢？哇！你神父不要做了啦！因咧做人的呐，是去讨一摆，讲骨倒一摆，啊，讨两摆，讲骨倒两摆啊！啊，如果找个神父遐告诫啊，你也会良心袂当过啊！像啊，查甫人出去雷锋阵营啊，查某人，人家讨啊，人去讨去呀！哎呦，你这，拢会去告诫忏悔安的天啊！即卖咧事啊，一个迄个神父啊，叫我们调走呀！哦，换一个新的神父啊来啊！哇，新的神父来！即做人同款有哪去告诫啊？神父啊，哎，安娜，我今下子喏，骨倒三摆，哎呦，这神父啊讲，哎，你行路啷个得到好啊？他行到不好倒，哦，好啦，哎，以后较细致，我会细致，我会细致。今麦可能我解组人讲，哎呦，神父啊，安娜，我一再骨倒一摆，头拄只要来个骨一摆哦，我哪会骨倒两摆呢？这神父啊讲，哦，安尼袂使吼，你爱行路较细致。我会细致，我神父拢走队，走去找船长。船长，因为这新来唔知影骨头什么意思啊？唔知伊是偷客呀？哎，系啦，伊唔知啊，走去找船长啊。安娜神父啊！哎呦，迄路那无好，你那阿妈路做好啦？为什么恁的路唔是改变吗？啊，改变呀！那有啊，下再干那下再骨头的走人来，拢讲伊骨头伊呢？哦，骨头啦！啊！船长听到拢一直笑啦，无会船长知影什么叫骨头？那船长奈唔知，哎，规整头嘛知影，查某人骨头就是创啥？啊，即摆迄个船长拢一直笑啦。啊，神父啊，伊是讲奇怪啊，查某人骨头。啊，你咧欢喜？啊，你听我讲，啊，人个骨头，你路无做好，你搁咧欢喜，你欢喜啥？啊，安尼啦，伊讲，嗨，迄骨头就是讨客呀。哦。啊！恁某会再来骨倒两三摆来告解，你还阁笑会出来？哎呀，真正有影真。原来传统嘛，有哪有去告解呀？有哪骨倒啦？伊嘛骨倒，你搁咧笑？哎，真正太嗨了，有影实在。好啦，今仔日哦，咱来做一个作小摆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哦，迄真正实在哦。介只老大人个胃无好吼。啊！我拢甲因讲，恁有方法用恁的方法嘛？哦，那么说，进来去小房要喂药啊？吼，足简单嘞。啊，都300块、200块都有啊，200-300块都有啊。个足俗个。哦，足俗个啦。无论是混嘞，不管是混嘞，料啊，什么拢唔管啦。啊对，啊是汤个拢有。拢足俗啦。嗯。哦，那么说，咱讲，我来讲这个啊，但是迄没得算放屁，安高兴咩呢？恁有个人个胃个。讲诶，什么整肠诶啦，什么健胃诶啦，什么有诶无，好不好？
啊，我讲自少年食到今啊嘛，同款较艰苦对唔对？伊无多贴地甲你解决。无黄金利息。无黄金。所以，唔带卖你两三百块钱啊，对不？啊，化学嘅物件啊。啊，个迄个是化学嘅。今日真哦，我要我讲要摇摆一个先咯，因为足济人过去较早就是拢。两三百块，拢买两吃两三百块的无？三四百块的，啊，吃十外年、二十外年、三十外年，吃到真啊，规家伙大人吃，吃到变囡仔，所吃孙孙仔所对你吃无？哎呦，拢无多规家伙，拢带胃病。嗯，今麦用我的观念教方法好，耳朵噶挂紧点起来，真正真正哦，带耳朵噶，小大人看关心，好喝，来超级功夫。呀！啪！啪！消灾进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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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我也帮。姐姐，我也帮。姐姐，啊！哦，真真喘，嗯，今天较喘的哈。现在还喘。啊，真，你这现在又看安尼你也真。啊，怎么来？超级消化。好，我来讲一个笑话，讲迄个阿呆啊。阿呆呀。阿呆啊，去用送入去迄个病房的眠床的顶端啦。去用送入去哟。是啊是啊。送去病房了后啊，伊俩倒在眠床顶啊。对啊，啊腿啊，你咪安尼。好好。啊，就讲吼，呆啊呆啊。安那。拄只吼，我有帮你做迄个款，迄直肠甲肛门的，一检查。我甲我弄入去啊，个丢啊！哎呀，我有甲你，有甲你冲入去啊！吼，好，弄去检查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安那检查了的结果，迄个好消息哦，好消息，甲歹消息啊！哦，有好消息甲歹消息的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哦，啊，我听，我先听歹消息好啊，我听好消息好啊。哦，听好消息了，听好消息的是因为。拄只我有甲你撑入去啊！哦，我撑入去啊！啊，我有爽快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爽快嘞？啊，歹消息嘞！啊，你有时间我检查去职场，你无化妆，无规做位吗？啊，歹消息是啥啦？歹消息是啥？因为歹消息就是医生都未来，我就先要撑你忘记医生。我你啊，个鼻鼻红红的！要要，中到了呢！这么正经，那去人家去病院用针加针来射你？哎呀，不是医生啊，我白针。老师在讲这个正经的，啊，我跟阿呆用起一台机车哦，骑机车，啊，去咧佚佗啊，是。怎么样？去到迄个要加油站的时阵啊，吼，阿花的帽啊，新买帽啊，都要背伊啊。
叫背呀，叫背呀。啊，即马用阿阿呆去跟阿花讲，阿花阿花阿花，你我讲，我来给你敲你的门啊。哦，敲门啊。啊，你当我加油啊，你啦。我加油啊，你。哎呀，啊，即马阿呆呀，讲阿花个讲好好好好好，那阿呆个早已敲啊嘛，吼，敲阿花一边门啊，啊阿花个吼，伊阿个阿呆加油加油。人伊要去加油，叫你哦，真正有影。叫我去加油，我唔是叫你加油啦。你讲叫我加油，哎，加油。我真唔是叫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迄个，戴阿甲阿花两个结婚啊啦。哦，因结婚啊，因呀。啊，退啊！你讲戴阿戴阿。嗯。啊，你先啊，一定要娶阿花啦。哦。戴阿讲退啊！你无了解。你讲啊，我了解。阿花含我介有缘呢。哎呀，我想到和你改变，因为哦，我实在阿花的头一边朋友带我去唱卡拉 OK 的小吃部啊，阿花多你也坐台啦。哦，哦哟，你够闲啊嘛？啊，坐台你也熟悉啊。哦，好，不要紧啦。对啊，啊，过无偌久哦，我走去按摩院去抓人哦，去抓人，佮当地阿花搞我抓人啦。哎呦，那你够闲啊？哦，安尼真正闲呢，哎，佮唔是啥呢？哦，无啥啦。哇，有缘啊！你讲看，一摆吼，哎，阮这兄弟姑仔，大家招招去饭店有无？啊，到底叫伊去吉鲁河，甲我应招站，甲我叫车来来哦。我要开查某啦。开一个查某哟。好。佮他传的佮是阿花的，你看哦。我起码要把佮传开，免中。黄小姐的目光镜头高，无情火车就要开，听说这对团你就乖乖暂时回去你家，帮忙你的老爸去种土豆，不通乱走，不通四处走，不通去对别人走。头拄只咧讲着即个胃病啦吼，真啊两个大人都一人带胃病，两个大人啊都一人带胃病。啊，那带胃病的人身体拢未健康啊，带胃病啦吼，身体拢未健康。安那讲咧？
因为哦，这是一定的啦。咱要先讲，你带胃病的人，就譬如讲，咱食老啊，啊，拢会有一挂老毛病嘛吼，或者是一挂慢性病。啊，就是因为你有胃病，所以医生开乎你的药啊，拢食袂惊。你看咱别人胃若好好的人，人医生开乎药咧食，伊免食介济，伊人会健康啊。啊，咱胃无好的人，医生开药互你食吼。吃袂惊，哪亏哪济，啊胃错哪吃哪的。哦，啊，这点啊，所以介济人讲，哎呦，医生啊，你搞落只胃药啊，迄、那个胃药啊，袂治胃病啦，迄是制酸剂啊，伊都袂治胃病。所以你胃药啊，药啊是作损药，损那里？哎，咱胃病。胃药。哎，损咱胃病。一个妈妈就是吼，伊药啊，你吞水流无够了后吼，伊竟然腹食会疼咧。哎啊，伊关键的，那食道迄个受伤啊，迄、那个黏膜已经受伤了。好，可见咱咧迄真足脆弱个。啊，所以我唔知讲胃哪无好吼，伊咧未吸收啊，啊未吸收，你有病，食医生的药啊，开好的药啊，你安那食嘛食袂惊。相对你三顿搁食较好。食较新鲜、食较补的物件，你都未吸收啦，就变安尼去啊！安尼你身体变来用，变得为个歹。哦，安尼人，咱身体变来健康。所以，即个是我咧讲，你若看一个人若胃不好的时候，迄老大人伊会脚软手软，啊，伊会像个人会真艰苦。哦啊，有阵时啊，佮头壳会晕呢。啊，胃咧艰苦，头壳会晕哦。迄就像人讲，巴肚枵甲起戆同款啊！因为你未吸收，就像咧枵同款啊，啊，就枵甲起戆同款啊。所以你的身体就未健康，因为你营养你无多吸收，有咧食，但是无咧吸收啊。所以你安那食拢食未起色啊！啊，所以你要看胃无好，要安那长火烧。你主要看哦，你若看到人个话要食百岁啊，百外岁，你敢问？问看有胃病，伊绝对无胃病。胃用，无胃病人才会当活遮久啦，有胃病人无法度啦。因为咱入来第一关就是拄着胃嘛。哎啦，所以这足重要的嘛。那么，即现代人个带胃病人介济，有个人是因为生活紧张，哦，就是讲有可能啦吼，咱咧开车，开车咱拢生活紧张嘛，啊胃拢旧掉的，啊，咱咧胃拢慢掉的，对咧紧张，哎，咱对咧紧张嘛。哦，是百官百家的人，哦，对你紧张，或者是工作压力大，咱的胃拢会，有诶拢会旧筋啊。哎呀，旧筋叫没话的哦，那是痛到哦，面啊青酸酸的，迄胃昏呢。但讲这胃炎呢，叫旧筋没话的，人会昏呢。昏呢，有人看到就好，无人看到失救呢。迄那未使，你茫当作，你茫当作小事呢。哦，那么这个胃的一切生，介侪人有啦。哦，以前我嘛有啊，一家生。以前的呐，迄甜啊，哎，囡仔孙啊，食不了的饼啦，什么什么夹心饼啊，啥有诶无啊？食不了那起来吃着，那扣心嘛，歹势，食迄块食了，搁无甲一块哦，规工伊都拢未爽快啊。一家生啊，啊三顿都唔正吃啊，都弄个一家生啊。会小心嘛？都变安尼来啊，啊起码。掌握一个观念方法好你哦，卖讲迄块饼，你个肉粽规粒就听个加效果咯，你拢免烦恼了。你咪要食营养。有，所以就加做有食好个嘛。哦啊，有食好，咱营养就会吸收嘛。人家健康。爱吸收，人家用起来，哦对不对？就是哎，这种这有良性的循环嘛。啊，胃不好，伊就恶性的循环嘛。哪来哪歹？一定是啊，人的身体一直虚嘛。啊，你啊胃若好，人就一直用起来嘛。所以咱介些人拢唔生些厉害款呢，啊你有个人哦，即胃病，家己拢按办我无药无紧哦，啊一代带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也有。我这当着一个带四十几担的啦，好加在诶胃病哦，好加在还阁无生歹物嘅，诶有诶发咧发讲哦，我胃炎恁无爽快去胃镜去诊断，光诶即胃癌尾期啊呢。哈。足济安尼啦，哎呦！胃常常发炎，萝卜个变胃癌嘛，也变变嘛。所以介济人拢会食止疼啦，你食止疼，食就好呀。
啊，你嘛在止疼，都止止的尔嘛，那叫止疼。我都甲你根治。吓啦，迄叫止疼，唔得讲迄就是止的尔。所以癌的进程就是发炎。发炎嘛，啊，所以你其实咱胃要好也好，即爱有特别方法嘞，就是咱的胃膜爱甲顾好，咱胃哦胃壁，甲胃酸的中间一定爱一点膜啊。哦，爱一点膜啊！哦，这膜啊，这浅浅的卫生嘛，啊，这胃壁啊，中啊一点膜啊，保护起来，啊，甲保护开，咱的胃壁较袂伤着。对，啊，无你看有啥物溃疡？溃疡就是伤着咱的胃壁、胃膜啊，已经歹起来怎安尼？有可能你是食药啊伤着。哎，这有可能食了迄个药调理啊。哦，啊是讲水啉无够，啊是讲食的伤过歹消化的，啊是卫生过多，啊是卫生过多的，都有这个情形啊。要腐蚀你的胃壁。这做恐怖呢？啊！你茫看这，这即卖你若胃溃疡，若阁有幽门杆菌的话，这个所在有可能变胃癌呢。啊，哪位？那无算啦。阁会破空呢。哎，足恐怖的呢。但是老师，你讲的安尼吼，伊是要哪个好？你为伊这卫生拢进唔掉，阁无机会好啊。这个是我咧头拄只咧讲的。你看咱物件若要放入冰箱冰，咱嘛爱用一点保鲜膜甲封开。啊，卡啥物冰嘛吼？你若进去个火锅店，伊若咱一撇。啊，诶，嘛是拢冰起嘛，爱用保鲜膜封起来。对。哦，冰啊，较好恁摕嘛，安尼较袂受伤嘛。哦，爱保护开嘛。咱的胃就是爱像安尼。嘛爱保护起来。我那爱先甲保护开，因为你看咱的皮肤呐破空，咱嘛来保持打伤，伊较紧好啊。啊，你胃内面免啊打伤。不可能啊，伊拢浸卫生浸掉的。卫生浸掉的啊，伊免啊打伤。除非你就是爱有方法，你这个。胃壁所在形成一个胃膜啊，啊含这个关的就是这个卫生该隔开，安尼咱这个溃疡才会好。哦，伊个头好啊。哎啦，都讲这个讲起来无什么困难啦吼。要做介困难？咱家己的诶老先生伊都是有哪，这个胃溃疡未好，到落尾嘛是我一个观念方法咧，和伊讲诶足神奇的呢。不过一个月就好，我爱三个月至四个月啦。因为这不是一般朋友啊，给大家用好了，不可能啦。嘿，伊讲一个月好，是因为迄阵已经未艰苦啊，无唔对。但是买好完全的黄金，爱三四个月的时间啦。那无啥，我这个讲话拢是话是讲啊，迄叫做一个疗程啦。哦，你看咱咧有当时阵破空好去，还佫幼吧，还佫幼吧，佫较容易伤到啊，咱佫。咱多打好去呢，咱物件搁咧食，能够食得较刺激的，都伊都去伤着啊。哟，伊是二十四点钟拢保持咧伫遐咧呢。对啊。无休困的咧胃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真侪人因为这个胃的问题吼，造成足侪困扰啊。啊，介侪物件拢唔敢食，拢看人食。那无啥，即马换别人看人食。你大顿食，同做你家食。嗯。嗰一点就是呐，多食着无卫生的呐，食着无新鲜的呐，食歹巴肚的啦。现在嫁，现在滚啊！哇，惨啊！免穿卡哦。那个三更半夜，去摩托馆去进。张伟合理的观念，你对啊，不要随个对落。嗯。五分钟内，伊自然就爽快开。胃水爽快起来。有啊，佮有迄种那个碰风的啦，堵掉的迄啦。未消化。未消化无？好，即落用算小事的啦。对。溃疡的都会好啊。嗯。还有出血都会好啊。啊，些碰风的。啊！一车生的，这种算小事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堵掉这种算小事。那不是，咱来把咱的胃顾好，好唔好？好。人胃呐顾会好，才会长血寿。你相信张辉？啊，做人哦，得爱有口福，有家福，叫意义啦。啊，我讲你，大汉袂当食受落瘾啦。做人要创啊？啊，三顿拢食药啊。做人出世，叫他看人食样啊。咱出世就是爱有口。爱物件有人食，大行拢食，咱食系平均，咱食系健康。啊，干啦，唔免食王冠的嘛，那个许偌艰苦呢？来啦，不过你有做笔干破笔啦，大家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啦哈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。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，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距离时应佩戴口罩。
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。来，乡亲那边的老婆山，我手客这罐哦，咱老母娘给咱加持的，所以才叫做老母掌。老母掌哦，家家户户拢总爱啊，尤其是厝内边的老人囡啊哦，三更半暝啊，食了大细顿哦，这上好用哦，来看下啊，来，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吼，老母掌啊，老母掌。好，来试试。哥，要是咱厝内底定家之宝。我今日又带一个啦，哈，老菩萨啊，先拍先赢啦，好，先拍先赢。一罐，一罐一千啦，一千块，买两罐啦，2000块。我讲你听，哥加加一罐，买两罐送一罐。好，好冇，啊，有心加，干脆安尼啦。安娜老师，这个也加落啦。买两罐送两罐。这个也加落啦。买两罐送三罐。老菩萨。安尼五罐，予你开2000块呢，予咱大家人拢食得起。即阵也是搁拍起来，即罐咱的步步栽，要你哪行哪自栽，即罐我搁教你。搁加一罐步步栽。哦，那无啥咯，这一组三罐2500，安尼一罐都带800外。今仔日你有买咱的老母长的人？一组。一组我搁加一罐，这一罐步步栽，予你先食麦呢。吃了连工，你搞买3罐2500，有够贵的。但是伊真做有交代，那不是安尼加两下啊，12个得啦。今仔日不叫我加两罐哦。先拍先赢啦哈，先拍先赢吼。0800012589的电话。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啊你，咱的老母长哦，你会记住咯，吃饭前2粒嘛。饭前，哎，早暗2粒就好啊。2粒。哦，早暗2粒嘛，会记住呐。啊，你若食大餐，等下无爽快的时阵，搁来加强2粒袂。对啦。乌来啦吼，买老母粽啊吼。对。敢捌买过？捌啦吼，真正有交代。啊，今仔买同款送一罐，你外口一罐步步知啊。谢谢。啊，来一双来一双，谢谢。我今天恭喜你，就为养老夫妻卡。喂，你好。我要一组音乐。来一双来，谢谢欢迎啊。来，你好。张伟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大座的，来三座，大座两座就对了，两座上两罐，哎，来你好，喂，嗨，哎，一座哈，咱大队，台南来五山来试试五山啊，恭喜你，哎，大家都饿了，大家拢称赞的，吃过通人饿了的，都有吃过老母粽的人哦。大家都敢学路啦，甚至你介绍别人来吃吼，佮做有面子的，因为太有交代耶。啊，咱都啦，有当时厝边到哪有人咧，迄落咱做者善事的，讲来一客啊，喊你过瘾，送你吃。哎呦，感恩老人哦，迄功德就足大啊，真正对不对？啊，一客啊，安尼做者功德，迄个哦，啊算外好。因为你互恁朋友健康。来你好啊，来你好，哎，我偷梅啦，偷梅啦吼，好来啊，唔免买贵哦。我捌啦，哦，捌你哦，来一双来，谢谢一双。新朋友，你听看麦，大家拢捌吃过呀。无呢啊，爱关宽宽开呢啊，无会啊呢。无会啊哦。时高，你唔要讲，张伟先跟你讲哦，时高你蛮高会哦。因为伊是进不了，是就气作诶。伊这是气作诶哦。季节性诶。即马即批，像讲即批起来做料啊，卖料再等到明年。每年在个采收了较有啊，好哦，所以老婆生那几钱哦，足少的，所以顶贵。哎啦，0800012589啊，我给你一个健康的机会，等你赶紧泡妆，身体健康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嗨，你好，咱到位，喂，我刚刚困你了，一双个这边，一双啊。你电视爱做较细只，就无同安讲话啊，啊无你听无啊。这个像那个阿伯啊，天都那个阿伯来看啦。阿伯啊，你唔好卡！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嗨，你好，哎，哎，安德伟，我要买做，来二双就做来试试，二双啊，来你好，喂，哎，老师你好，我要买一做，赞嘞，阿敢买过？八啊，食了鹅肉无？有，
有啦吼，诶，三双谢谢。我惊你啊，无请我拢请假咧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嗨。我咧叫一组啊。咱捌买过无？我买四双啊。好啊，你好咧，来三四双谢谢啊。你食了有交代，上回叫我等来买呀。买三组过啊。咱咧这我无做啥苦劳诶。啊，咱下落买这买回来吼。啊。啊，规家伙啊，大声音啊，拢当只。为一回就会使食哦，一回到百外外岁。哎，老母长为一回就当食到百二岁哦，哈。嗯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你好。哟。啊，我爱一组。好，来一双，来一双，谢谢啊。恭喜你。来，你好。喂哦，我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几万。三百回来就拢无啊哦。来，你好。喂。Hello。喂。Hi。啊，这阿伯来看啦，0930的啦，那个0930125165。好，阿伯，你莫困呢，你较精光的啦。哎呦，那是过来，啊，真正吼，伊是要安那啦，是动听的款啦，是安那。你那不是动听，就是咧糟蹋啦。哦，真正你也是的，卡通也唔讲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嗨，我要买一组。咱住里头。那个高山。买袂贵无？我要买贵的哦！啊，你今仔日买着这组，你真正出运啊！来，银山，来银山，银山，来你好。张老师，哟，我买你给我寄一组迄个固固用，固固用啊！我长真正有够好用啊！我叫两组过啊！好啊，你好，好来一双一双一双啊！谢谢啊！我们现在在公园医疗。哎，喂，喂，你好。哦，来三双三双，谢谢啊！那个老部长。头拄只一双，还是要固固用哦哈！啊，伊是讲咱的老母上足清晨，食过了。伊食了讲足饿了话啦，对啦。老婆说你还搁伫遐咧等开吗？还紧电话叫起来开。来，还有两分钟多啊呢。算有两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头拄只买拢有加一罐薄薄仔哈。薄薄仔，互咱哪行哪自在。啊，这罐三罐都无啊。哦。你连刚刚用买。三罐两千多。我甲你保证，这组。吃到了，你一定会跟我买。你冇吃过这么好诶！啊，咱婆婆仔一天吃一拜倒，吼，一拜吃三粒，啊，一天吃一拜倒。婆婆仔哦，你要下再吃，阴暗吃，下昼吃拢无要紧啊，会记真好。来，你好啊，我拍戏拍戏，喂，喂，嗨，我这新店，新店啊吼，嘿，我要直播啦。好，好来，你刷来试试。新店坑一多啊，你起码有，你的饭汤嘛挺好吃啊，鱼啊嘛挺好吃啊，你都。你吃啥就吃啥。这老母长你难吃几工啊？你个足爽快呀！啊，你连工要吃啥拢无问题啊？哎叫，你着去做口服的啦。啊，你好，健康。哟，哎，你好。嘿，我爱一组。好嘞，一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这老母长。赞嘞，啊，今仔日哦，同款五罐，啊，佮加送一罐咱的薄薄仔哈。哦。哦，一组吃着你的耳朵，来三双三双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，老师。嗨。我要一张。一张。一日高模啊，一张。你什么人？你什么人？官华。不是。阿伯嘞。来，你刷，你刷。你要一张啊。你的高模啊。对啊，高高模嘞。喂哦。哎。啊。哎，我买老母上。咱住里头。啊，我手机啊，哎，好嘞，一双，一双，一双啊！你挂到位了，是要给你安尼当声一个安尼。我袂跟你落去啦，改字啦，你用心嘛。有啦。我是讲哦，跟你说一多些啦，你都搞袂，我跟你说一多些。啊，你看多些关系，安尼娘娘。娘娘啦，娘。喂。安尼娘啦，来喂。喂哦。我来二双来试试，二双啊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嗨，我被几多？来三双来试试，谢谢啊！我今天这边多少双双没有娘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！我还紧压起来卡未卡通呢？哎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赶紧来哦！大细等吼，你还紧吃老母长期，你最爽快起来。我来分吹啦。好，啊老婆婿继续。啊，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。赶快拿五油袋，五加一。有啦，啊电话拍有通，拢油袋啦。好，好，到一罐要三百桶，老师，你真正在做功德的呀？好啦，好啦。真正不是，不管咱一家菜妈妈嘛。讲着无人像你安尼啦，来啦，不要紧啦，做老婆生，老婆生来健，会健康健康，讲不要紧啦，好来，医生。来哟，来哟，什么好的呢？夜空，我空，夜空呐、啊，来，这首歌曲歌是咱诶王碧云小姐点播的歌曲歌。
来给店内王饼小姐来听歌。那做头家人啊，都爱有量啊，啊是讲做官的人，都爱替这百姓来设想啊，都爱安尼做。啊，老的人爱替较下慢的人设想，啊，有的人爱你较关心遐较无的人，人都爱安尼做。唔好像古早人讲人讲哦。啊，烫只开肉肉啊，款的穿鞋食嘛。哦，有这句话个对啊。有啦。这句话是安怎讲？这句话就是咧形容讲哦。嗯。烫只开是善良人嘛。啊，食肉的就是好嘢人啊，讲善良人替好嘢人伫做代志啦。啊，好嘢人就坐咧，就讲这个坐享其成，你都反正就坐咧等修行尔呢。啊，善良人。我要做事，佮得袂到任何好处安那，所以烫车开肉肉哦，不但足辛苦，而且佮介危险。你掠来肉啊哦，确实佮好迄个穿鞋来享受啊。好家人个对啊。对啊，因为食肉好家人食肉，所以这种情况，
要讲啊，互人啊，皆无可奈何啦。因为人甲动物是同款的，强的欺负弱的，啊，巧的欺负戆的啦。啊，弄安尼啊，好嘅人利用善良人啊。古早时代就安那，啊，即阵嘛安尼。愈是贫困的社会，愈是安尼。愈者。其实哦，这是人类社会常态啦。有时阵这汤加开。伊嘛甘愿安尼做，啊无咧，因为就算做无肉通食，无起码都伊有做好歹无讲一顿饭啊，袂枵死。哦，因为啊，我嘛甘愿安尼无肉无要紧啊，食一饱肚。不过这也有哪着蕴藏着一种的危机啊。当这个青鞋长期只顾家己咧食肉，无去考虑着汤加卡一人的生死的时阵。那么这汤家卡早晚心肝有哪会不满呢？不满伊会反抗呢？所以有一句话讲，汤家卡唔惊穿鞋了先。因为汤家卡都一人拢总无啊。哦，伊若反抗，这个穿鞋绝对都无好日子能够过哩。所以用两种方法来伫咧说明啊。第一就是讲哦，劳资关系呐。头拄只我讲的资方。就是头家嘛，如果那是讲哦，你坐收薄利，无顾到这个劳工的福利，这就是叫做汤家开肉肉哦。啊，穿鞋咧食嘛，年久未侵，劳资纠纷就起来啊。那么第二就是政府甲百姓的关系哦，吼，唔管都是当咧执政啦。咱嘛爱甲你讲哦，政府如果那是歪歪巴巴，无顾到。百姓死活，这官员夜夜笙歌，吼、哦、也要唱歌，也要饮酒，也要交一个应酬，啊，靠！这百姓哦，醉亲火热，无人食，啊，你啊在艰苦过日，这有那叫做车卡、汤车卡肉肉啦，啊，穿鞋咧食肉，啊，那像这个政府早晚都叫百姓家己推翻你啊！较早都拢咱拢看有啊嘛，足侪条件拢嘛咧，啊，拢啊一代过一代都是拢一直一推翻嘛，无通食嘛。到时阵穿鞋不但哦无肉通好食，甚至连鞋啊人穿都无啦，啊，人讲真正，逐项拢无，逐项都无啊，含性命都无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介侪一寡做头家人，拢敢顾家己好就好啊，啊，拢无想讲哎。今仔大粒石头嘛，还细粒劲呢，对不对啊？无细粒，个劲条，只大粒石头个侪条。对咩？迄山顶个石头会震落，大粒会震落，你细粒会叫落去啊？劲哦，唔得伊无劲条，唔得落落。啊，那劲条个袂落去啊？啊，劲条个大粒袂伫遐哩。作用呢？哦，对不对？嗯、虽然是时间难够啦，但是咱嘛是爱来点歌啦。我、哦、要提早点唔到啊？有啦有啦。好啦。因为我现在有在修口、啊、真的哦，老师、欸、我真的感觉你有在修口、啊、我有在修口，所以、哦啊、我都真的是还没念的还是、哦、已经有真的有修口，如果是有修口的话，等下老师就不能跟我念哦、啊、阿弥陀佛，我佛祖比你佛，我佛大家佛佛地佛地，这样好乖，你来娶媳妇，老师，你是有咧修口的啦？我有咧修口啊！对，我无魅力啊！你无魅力，用不了魅力啊！我讲你那个娶新妇，忙娶这，这唔好。啥那唔好？因为我有咧修口的啦，我为头到尾我拢无爱加念，伊在咧搞人，臭咩啊人加工啊，啊加工你也不不了。我是讲老师，你刚要开始念我，我是请教老师，刚要开始念我。你是做个人魅力啦？真巧呀！你看。啊！我后面送你就行了。哎呀，这多合我厝边啊，同款啊。安那啦，因某吼，自嫁因翁哦，大眼睛呢，啊，大眼个娇呢，安尼呢。哦。娇家个囡仔已经哦，左囝大汉啊，要嫁翁啊哦。即马迄个查甫是讲，亲戚五十拢来啊，就无甲娇啊哩。哎，娇歹看啦。啊！人亲戚五十来，讲看到咧左人讲，无啊！恁要嫁左囝，你煞一个面，恁笑笑。你嘛较欢喜耶。嘿啦，伊讲无啦，我自嫁，阮翁因逐工搞我叫我囡仔，无搞我叫，拢怪怪哩。哦，人去甲讲，因翁拢甲娶你，会行个内面做工做嘛，甲彪彪出来笑眯眯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这个像咱啊。
这个怎么？那个哎，对，老师玲玲啊，那开始点歌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喂喂，你好啊，要点歌呢？哎，严德宏先生，哎，什么歌？爱拼这样。好，一轮啊，一百分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有？无啊，啊，无啊，一条鸟。啊，妈在分这条爱拼这样，做片头好多好。啊，片头唱刷。嗯，那个开始拢讲话。啊啊，我有收口的。我就是，啊，无啥你唔要猜啦。喷看啦。没啦，唔要猜。就喷看。那叮当的，猜你要猜伤久哦，会生内癫。好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爱起来。喷看。啊！你叮当无接到听啊！你无经常叫安尼哦，你讲要点歌听啊？无。有啊！喂。喂。哦。我点歌呢。那咱到位。我家人。家人什么人？加油。哦，你有啊？要听什么歌？听《文海流浪记》。文海流浪记啦，吼。叫叫叫。来，你好哈。好。谢谢。啊，来，你有。唐辉唐英英你好哟，我教你细汉，我点分手歌。分手歌三号的哈，谢谢。一百分，好好。来，你好。哎，老师你好，我是北投魏大姐。是。请我说。请我说白四号哈。谢谢。一百分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哎，我叫好。唐辉。唐辉哟。哦，你没有。哎呀。还什么歌？这点国语的李华嘞，李华嘞，我要拜五号啊！拜，来你好。那个张老师阿英你好。蔡小姐呐。嘿。哦。什么歌？痴情的男性。痴情的男性哦。痴情的男性。哦，痴情的男性，给你拜六号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来你好。喂。喂，张老师。哦，阿文哦。阿英在这里，我姑妈来问。哎，阿文。照哪背的哈？嗯，白天了啊。干么呢？啊，到哪到？拜拜，拜拜，来了。喂，老师你好。哦，我台南林太太。是。我是跟你讲的啥？啊，啊，你要点咩类山花？台东人，哎，台东人。好啦，谢，实在你讲，你甲点好，我听，我听到。好，拜拜，别无等。老师哪里啦？喂，你好。哎，喂，喂哦。唐伟。你好。我在江苏啊。南都尹。尹的欧先生。欧先生，欧先生，帅哥美女，你好，你好，北东姐啊。你好。我要点一条最后的火车站。好，拜高贺啊。好，感恩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要点歌。来，南都尹。哎，我保你，哎呀，我要点。点啥？我要点那个。点你大头，感觉想袂起来。温暖的山水啦，啊。温柔如人心。好，温柔如人心呢。哎。你想我搞点啦？你怎么？我都讲出来，都跟他想玩笑的。你看到拢戆样。我多难看人倒的，我多呵，再见。叶小姐呢？一看到就讲你。我多难看人倒。哎，今天吃菜。今天吃菜。你今天吃菜啊？你讲好，就玻璃的吃菜店。玻璃难倒，伊农民也进十做十二年的大招。哟，所以遐咧吃菜店啦。也十二年一摆。叶小姐，您开始吃菜呀呢？吃菜人嘛，我白想啦。心肝有较清明啦。唔知要安怎吃菜，你又较怕算啦。但是要吃半个月啦，天哪，真叫孽！妈妈，我也真勇敢，来依然的五金莲大哥点背歌曲哦。
每若是到这个冬天吼，啊，阮家老婆是上该烦恼的啥？你知道嗎？烦恼什么？就是冰箱时做无串的，冰箱时会擦会白白的，一粒心脏。一粒莫大。很热人得安尼做无串啊！啊，热天人的心就做无白啊，热天人就会擦啊。到冬天人老婆是你爱较细腻的，你得好心好用的爱穿较少的。啊，唔能食冷的，唔能食冰的，爱食温的，食烧的物件啦，唔能食冷的。啊，你都那平常时的做个串啊，连热人都会擦会白啊，穿大心开啊，好无？你即马即落天了，老婆说你着我下讲一，你着较好心好用爱穿哦，较烧的。你若去冷着哦，伊就没话了呀。忙以为家己诶，没话了，就去了了啊哈！后边免个工地仔啦吼。你若叫没话了呐，讲啊一日拢走吼，嘛阁无要紧呢。迄有诶毋是呢？啊无咧。真哩交互病房，你去甲看，诶心脏科诶交互病房，心脏科诶吼诶交互病房哦。迄去遐拢总心脏诶问题，插讲插离啊，后个一摆插十外年。十万年为什么呢？心脏检查跟无关系吗？伊心脏叫结块时阵吼，啊，即马脑部的缺氧啊嘛。哦，脑部伊啊，伊就坏死啊嘛。嗯。啊，即马心脏啊个小小，啊个小小的啊，因为插管啊个咧无伊心脏啊个咧继续咧活动啊。嗯。不过他赶紧派呀。缺氧。唔哈人啊，变植物人啊。所以急死咧，变植物人。你看我迄个看活动啊。人啊，哪安尼啦？你也看嘛。哦，就所以我们讲，咱啊一日拢去，佫无要紧。即马上惊来惊，你遐碰个哪会碰个哪会？倒里遐人也艰苦，厝内面也艰苦啊。还找无钱人开呢？嗯。哦，对不对？咱都爱安尼算的。虽然有健保。真无偌久，咱有一个关咧卡球曝光啦。国际巨星啊，球星。诶，卡球诶球星，你敢知影？无代无六十岁呢，心诶，敢无身体拢作用诶？作用哦，心脏跳蛮快咧，咱就岔开啊。伊讲下早也无爽快，啊下晡个无滴个呀，人个无。你无想讲，迄个人偌伟大，连伊死哦，爱个看国旗，啊个倒爱个降半旗，哦，啊受落因，啊受落因，啊，那无说，人啊，敢无咧喘气啊？讲伊白天正地拢无落因啊，拢假讲个啊。所以哦，人也是活得较有价值啊！我讲一个代志予你听。曾经有那有一个阿祖啊，也算阿祖啊啦。伊就为囡仔顾家孙啊，顾家囡仔孙落来呢。我顾下一代。拢抱，个孙啊拢啊个抱条条嘛。啊阿祖啊，就因为你会有啊，就王星爷嘛吼，啊就。伫个冰箱内面，冰箱内面啊，即马厝个人爱去甲看啊。因个孙啊，我抱个啦。哎，冰箱摊出来哦，因个孙啊，看见阿祖啊，拢赶紧甲我扔掉个。平常时阿祖咧甲抱个啊。啊，即马。啊，即马向看到，全甲扔掉个。迄囡仔都会惊着。你甲看人啊，佮你喘气时，伊那边阿祖啊。因那做阿无装病个，伊唔敢啦嘛，会惊着。为虾米？真正会惊着。人个价值就无呀。喘气。哦，所以呼吸之间啊，人要咧喘气个，才有价值啊。啊，人要喘气，心脏若唔叮当，就无在调啊呢。所以即阵若是你惊路就做啊。那无啥，你来说你啊嘛。我说你遐个咧喘啊。无硬行啦，但是袂使无行，啊无硬行。爬楼梯也是爬悬，唔好硬爬，硬爬有那袂使。哦，我三月日拢倒来去等伊病，抽血嘛，我爱追踪嘛。啊，我若等伊病，我拢看到我是安尼。看到啥物？看到迄老大人啦吼。嗯。啊，互迄外头往轮椅送入去一个一连安排队里面呢。太济啦。那无啥咯，你敢知影个三个人哦，袂喘啊坐哩轮椅上出，老大人啊，喘袂过来，喘袂起来。
我请问因的囡仔伫底？无用，可能要趁钱，无用啊，无趁未使啊。就是安尼，诶，即我讲咧讲，当咱若咧破病时阵，亲人无伫身躯边，拢爱阁叫请人开钱请人干涉。啊，若阁有钱通开，阁无要紧呢。老伯山，即就是咱做人诶责任的所在。家己面对。啊，咱人责任的所在，所以人爱健康。哦，人爱健康，人也无健康哦。我从外侪拢无路用啊！你平常时那样呢？会胃会差哦。你就爱其实爱按摩啊。哦，按摩，要哪按摩？按摩就是安尼。你像你现在看我节目对无？要安尼拢会使。要放个大腿顶悬卡安尼，营养啊，免介紧，免介紧啊，免安一个。安尼就是咧搞咱的心脏按摩哦，一定爱安尼做哈，老婆生咯。啊，过来手两下开，安尼个搭搭，正手拍倒平，啊，倒手拍正平。哦，安尼哈，啊，应用啊吼，因为咱这种协调，咱呢血路循环啦，甲淋巴拢协调吼，会循环较歹，啊，咱爱哪个拍嘞？哦，安尼。得买当拍哦。有，心脏不好的人介济。嗯。上介危险的心脏人，你知道？什么款的人上危险？无，当然，即目前有咧看心脏病。你知你家己有心脏病啊？即目前有心脏病人，这是一定危险，高危险群啦吼。你心脏一定要想办法甲顾好。哦，刚才就是讲，咱也是迄个真有慢性病，有糖尿病，有高血压的，哦啊，三高啊，三高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，因为这个心脏病，头一个吹就是拢吹这类人哦，三高，有高血压，有高血糖，有高血脂的这三高的人哦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刚才也搁吹什么种人？什么款的人？也去吹大颗人。哦，大块人伊的油较济，伊的活动量较少，有可能心电大嘛，可能心包油，所以老婆说，这嘛足危险的哦哈。过来哈，有咧食烧酒的人，饮酒的人先啊，心脏会危险，你敢知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食酒的人哦，你看食酒的人，伊到落尾伊有脂肪肝，原因就是伊的油介济嘛，伊唔带有脂肪肝。相对伊的油有哪会塞伫你的心脏诶？冠状动脉有哪会去塞着？等你有一天呐，多烧酒咧退酒，像即摆即落天冷冷，迄呐多皮夹袂你啊，衫裤穿无够少，咧退酒的时候，伊就没活落呀。我一个东二德安尼啊，迄头路做真大呢，迄钱存存真济呢，搞者应酬，当下伫客厅困呢，全无去。心脏？啊，就叫没活落啊。因个囡仔要，因个囡仔透早要读册啊，较看。因老爸一空眼光讲道理啊，你看麦，无咧带啦，啊，存钱收落用。过来老大人哈，老大人因为你的运动量减少啊，你的肌肉无力啊，你的莫打用久啊，心脏无力啊，所以足够喘的。对，会喘。这种人爱足注意哦。哦，老婆生这说你哦哈。啊，够加足数诶。啊，恁那是大人啊，咱是大人，哪有心脏的问题？咱这今日是谁拢为了体质都拢在说你啊？哦，侬一定在说你。那无啥，尤其是去暗困的，熬夜暗困的，哦，包括你无都困的，啊，是你足爱困，困未起的，这种人心脏有哪做危险没有啊？过来，食薰的人啊，哦，食薰嘛是爱注意。改掉啦，因为食薰啊超过二十年过哦，食超过二十年过的人啊，你问你家己就好嘛。你的薰油伊会来威胁到你的心脏，为你今仔戒薰开始五年来，同款佫会威胁你啦。哎，薰油遐厉害呢，那无啥，安尼你心脏爱顾，爱顾一点尔。哦，心脏一旦停止跳动，所有器官都拢歹了了啊。而且伊是二十四点在做工课，伊是五脏之首啊。所以那无啥，咱的心脏呐喘，平常时做个喘的啊。咱有一个妈妈伊。拢爱去到三楼拜拜，伊讲伊两年唔捌去哩过啊。我讲闲啊，伊讲好，阿德爬到二楼，我就平平喘啊。我免去哩到三楼，我一个观念方法落哩，即有影无影，真正嘞。人伊即卖一再一抓，硬暗一抓，够心脏。啊，凉些凉些啊，心脏有力啊。啊，真啊，你运动定，你行路，你行舒服嘞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根本还都夹起来。啊，就干那掌握一个观念方法，伊个心脏够一个用念好，伊即卖。诶，楼顶楼卡走无问题呢？啊，无要挂人啊，已经挂人啊，真系挂人啊！
心脏不好的人较容易会晕船啦、晕机啦、晕车啦。哦，心脏不好的人有哪会安尼啦？好啦好啦，简单啦简单啦。来。那无啥咯，咱来把心脏顾好啦。好。咱卖个好个，心脏啦，化解时把它救了呢。哎，无就准备干保庇啊。哦。身体健康才百里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佩欣医师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运动，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。除了防疫，嘛会当放轻松，享受着生活。而且来提醒，防疫期间，民众嘛是爱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譬如讲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，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，就爱来挂嘴安。只要维持防疫措施，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活动，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、加体育比赛，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、运动、旅游，等等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，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，做伙家己防疫新型冠的运动。那个未那，老婆三。你袂烦恼，我先替你烦恼。今仔我手揢这罐哦，这第三代啊，第一代叫做心脏宝，第二代叫心脏好，第三代叫做酒干心。来看咧啊，来，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哈，酒干心，好好来谢谢啊。你嫁过同安娱乐诶？啊，你早暗一粒倒啊？足简单嘞，一粒一粒。下再一粒，啊，用暗一粒安倒。食过花食。对哦，啊，你若有咧食其他产品，甲咱做伙食无要紧啊。好好。来啊，我今仔油袋一个哦。一罐一千。今仔大油袋哦。好。因为我这老婆婿无咧赚啊。佮袂使无伊。啊，佮袂使无你。吼、哦，老婆婿咯，掌柜油袋一个啦。来。两罐两千。买两千块，我送两罐。买两罐送两罐。哦，好。好啦哦。好干脆安尼啦，安呐，搁加个送一罐呐，买两罐送个三罐总，这是五罐，那又得两千块哦。波波仔搁个加一罐呐，搁送一罐波波仔。安尼啊，安尼就对啦。怎么看会得？拢总五加一，六罐呀。安尼个开两千块呢？要对水价你要俗个。以前两千块是买安尼。咱南台湾哦，就是安尼哦。以前买安尼。咱在地南台湾。啊，种时机真歹啦。我家老婆山哦，我无顾无上要顾啦。来啦！再加一罐，五罐两千块，六罐，再加一罐宝宝仔。来，一定要上泡汤十二个就好啦。今十二位只好加这两罐哦。哎呀，十二位就好啦。第十三位就无这两罐啦。我到剩个万个个个超贵个啦。卖有老师了上者。来，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。哎呀，那个没啦，一定爱吃。你那你会有的老大人这组有哪爱对的啦？特别是买着保险同款。啊，这组有咧吃的人，咱就给足安心啊哩。给足安稳。看要去来对佚佗，还是要创什么也拢无问题呢。对。哦，会记真啊。那我再个点了几字。来，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今仔宝宝在上山的，马仔可能就无上啊。你给他用买呀？啊，你爱用买呀？哦。我爱讲，这组了八百，这款这啊这啊八百几块，啊，佮上只二嘞，哇！来，啊，这拢无电话，我家自己，赶紧电话加起来，赶紧啊！来，你好，那边点点，来，一刷来，谢谢啊！来，你好，喂，来，你好，请问我来，二刷，谢谢啊！喂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嗨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我你坐的挺久。来三刷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赵师姐，你好，嗨，哎，我们要一组，咱多少队？头来，四刷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哎，我保中，保中来一刷，保中来，谢谢，欢迎来，来，你好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张伟老师，我要一组，好，都来，5刷，谢谢，5刷，谢谢啊。尤其是哦，八宝鸭其实较罕，你一定爱食咱的竹竿筋哦。啊，先食，这个物件个先食起来啃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哎，我要老宝藏。来啦，鸡蒜老宝藏啊，鸡蒜。来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嗨。哎。一组。来，一刷一组来，一刷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
你好，新北市，我来三山新北市来试试。三山。这你等下先食起来啃，啊，无你等代志发生啊，个拢袂赴啊，一切拢袂赴啊，拢无啊。老伯山，今嘛张伟讲一句公道话啦哈，无得甲恁有恁的交陪啦，啊，恁若有亲情朋友厝边隔壁有类似这类物件啦。你今天不搞买，你有哪会得爱加买来吃？先个过掉。人未使无吃，尤其是个有岁人。四五十岁以上爱吃。来，你讲啊。哎。好，来四川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。有。有。啊，我痛的啦。来，五山痛，五山，谢谢啊。啊，你个掉啊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。今日要等来吃，吼，咱家己啊，靠尊严啦。那无啥咯。反面也较欠的，这拢未欠的。这先过掉，这人。七组未欠的啦。人要健康的第一关。系啦，所以等你有一天暗时，你啊做个困，啊个无当困的时阵。哎，那个那个没啦。你就开始烦恼啊。哦。哦，对不对？迄阵你就开始烦恼啊。他嘛唔知要安怎。那你啊，那那个没那先，你就开始烦恼啊。啊，万一。哦，七组就免烦恼哩。喂。喂。哎嘿。来一耍来谢谢。啊。阿弟啊。好。哎。喂，几组？来，几双了？谢谢。容易了，容易了。先讲起来看。对啦，那你好。哎，嗨。我看你，我叫英娥。好嘞，三双英娥，谢谢啊。三双，谢谢啊。不是，当代志发生到这里只，不是，这是先讲起来看诶。这组足感情的哦，足有交代啊。这过拢饿了。啊，阮家老大人哦，食这组了，伊拌面伊就食袂下。啊对，因为他有交代个事。那你啦？哎呦，遐大声。哦喂，要更新好来一爽来谢谢一爽啊，来你好，你好，嗨，我是庄，南队，冰冻区，来三双冰冻区，谢谢啊，来你 open 起 open 起，最后三分钟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都吃泡通的有买，这罐宝宝在拢够你啊，啊个这罐哦，哎哎，好对对，两罐泡通是上这两罐哦，有啊宝宝在有啊，哎阿恁宝宝在。你坑你啦！我坑！这样也是真哦，几搞呢？婆婆在一刚吃一摆，好不啦？吃，后面再吃中道吃阴暗吃安尼哈，好喝。啊，一摆吃三粒，啊，吃一摆就好啊哈。哦，来你又，喂，哎，难道伊？难道伊？新店，来二线新店来说说恭喜啊！来你又，哎，我恭喜恭喜啦！好嘞，三线，谢谢啊！最后的环节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！赶紧哦，来你好。我因为啊，拄在那电话那是无。好，你好嘞，来一刷一刷蛮挂，你蛮挂。来一刷一刷一刷啊！那你挂嘞，说你电话蛮挂。有啦，因为我该持保留，好留个接。啊，你唔好一日就挂掉，你要等一下哈。等小姐给你服务啊。有，一哎，他两秒至三秒啦。等一下啊。天哪，当时要水。有的是我還沒花，他就接了。哦，沒有，這台衣沒辦法這樣做，你一定要轉了，他才有辦法接。好，這樣喔。還有兩分鐘就好了。還有兩分鐘。剛才有買的，我給你恭喜了。啊，如果現在買不到的。你現在有這組，你就不用煩惱了。對。萬無一失就對了。特別是買一個保險同款。哎呦，那老婆婆。真正这组大家都清晨，那个老大人，这会饿了诶。没烦恼，厉害，那那个面，那个前面那会多赢啊。那烦恼都无法多通困。哎呦。喂，你好，我白总。好，再来一双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哦。Hello。嗨。个是咪个讲这呢？0960诶，无讲人啊。无讲人，伊阿二双甲接未啊？喂哦。喂。喂。嗨。诶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跟你讲啊，三双了，谢谢。讲你诶嘿。真的创新没得讲。讲到安尼，一根长长，一根长长的，三公里的长长。我一根长长讲，哈哈哈哈哈。人家讲是两支样样。哦，你的讲是两支。芝麻讲啊，我来记啊，还记芝麻讲啊，是两支样样。我咩收单？啊，阿伯开嘞。阿伯卡进光阴卡，搁半分钟的时间啊。空八空空空一厘，五八九啊。哎，芝麻有咧优待个光阴卡。对啦。老师，啊无咱继续看，啊拢有优待咁好，赶快五关加一关咁好。好啦好啦。哎呦，那无啥，我来分吹啦，啊您继续拍您的电话。老师，赶快有来，你做优待。有，来你好。
喂，张飞老师哦。啊，子弟哦，来一双，来一双，一双，来你喽。喂。嗨。老师，我被几招？来一双，来一双，谢谢。啊，来光电啊，来你喽。喂。喂。来三双，三双。哎，看人家天都一堆的。好啦，新朋友嘛。来，我来分吹啊。这小卡让我优待。来一双。老婆，你电话要继续卡咧。哎呦，较真讲的啦，哎呦。老师，你先讲啥啦？啊，讲个天兔会遐啦。我上两天兔啦。啊，应该你知啦。那我那个是。食了哇，食了有较真讲的。好，兼爱兼老师学对吧？得咧，食了得讲下少年都无啥要出人啊，搁放个天兔会。无啥才是我讲的。啊，那阿爸伊咧。哦，阮爸咧讲。假老侬要去出小二啊！刚放我听到。老师，你是要讲歌无啦？要笨来个。嘿，那要笨了啦。什么歌啦？托妈你去来听歌，日本歌曲个。你要讲自己哦。是歌啊。好像李小姐点卖歌曲。
来，真感恩咱的乡亲朋友老菩萨善心大德，咱这两里红里啊，逐天拢真侪人来甲咱母娘中殿照明来护持。一个月100块，平均一天3块外。多少个？咱若有食薰、食槟榔的、啉烧酒的，咱减补两口啊，薰减食两支啊，咱规家伙啊，大大细细，大家拢真平安，个健康。哦，所以老婆说咯，咱这一个月100块银尔，啊你阿免得去找邮局，阿免得找银行呢。啊，无变哪用？哎，你着电话拍来哦，啊小姐，伊着甲你寄单互你，你若要看3个月，你若要半年，要一年。一家端好你，你开始洗门，全家 OK， 莱尔富得当叫啊！免签名，免登记，那免抽小费哦。拢总唔免啊！在里边呢？出来面都闹老大人啦，身体不好的啦，磕磕卡卡的啦，是囡仔攀油漆的啦，徛街未平安的啦，犯少年的啦，套路未顺时的，咱家扶持一个盖好啦。买单用公司行去。啊，免坐啦，啊，都意思就好啊，咱最主要迄点心尔啦。哦，先过把头壳的过户做，老婆说，我讲对不对？做得哩。对啦吼，啊，今仔剩一个，哦，差一个名啊，一个名也得掉啊。哎啦吼，来甲阿母圆满一个，今仔差一工，哦，这功德足大，哦，足大足大。我看什么人要甲阿母圆满一个，佮差一好差一位呢？足幸运呢。啊，恁这名单吼，小等下功课的时阵要做，我会甲阿母拼一摆。明仔载去到终点，头路乡落去，我会佮拼一摆。月底。咱警团咧站无流警的时阵，佮甲你变一摆。哎，老少问哦。所以这功德真大啦，功德真大哈。啊，即摆人要服务，你电话卡起，老师先主来这里服务。啊，你即摆电话拍开，我来服务啦哈。好。7890880啊。啊，是要开讲拢总可以。屏东的电话，咱五波头那是有要搞咱无流。好奇中间照明，咱电话头前啊冇，你加一个空白哈。空白嘞。是，来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在迄个电费的服务的，好好来一刷功德无量啊！谢谢哦，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嗨，你好，是张伟啊？你好，我是你好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要赚100块哦。好，来来三刷，来三刷，谢谢啊！来你好，小姐，你好。欸、我参加一份。好，来四刷功德无量哦，谢谢啊！哎、欸，来你好，喂，哎、欸，你好。你好，无电话号。好，来来二线来讲点无量啊！哎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嗨，小张伟啊，你好，小张伟，加油，老师加，好，来一线，一线，一线，谢谢，讲点无量啊！来，你好，少年队，哎哦，鼓山，鼓山，你好，哦，来高，高山来高山高山啊！谢谢啊！原来是讲个名家已经有够了，后来将咱这名家呢吼用过门啊啥嘢，赶快工资阶段。无唔对，来你干嘛？喂 ，Hello， 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嗨，哎，我要参加个工地工。好，来来，工来山山山山。真正工地工用个啦。你怎么好心点点子？因为参加空调不良。我讲恁这下改掉空调不良。好奇中电照明啦，哈、啊！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嗨，喂，张伟啊，哟，我要各位，好好来，我要交钱。啊，来来好来来一刷一刷，谢谢空调不良。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哦，主任，张伟哦，我要。好来四刷，在功德无量啊，功德无量啊，来你好，哎，赶紧来啊！来跟两分钟的时间，老师清楚做好不？来你好，喂，张老师你好，啊你好，哎，我要好心，好的，来二刷功德无量，谢谢。来你好，哎你好，你好，哎我要那个护持中电，好的三刷，谢谢功德无量啊！你先到我线，你们电话留完就可以挂掉了，加个回拨等你啊。哎呐，一刷到五刷超电的都唔好特别晚讲啊。两分钟的时间，来你好。哎，迄个我要好奇的。好，来一刷来，谢谢功德无量哦。功德无量，谢谢啊。三刷加四刷啊，紧嘞。哎，我要好，要解母娘啊，好奇。好，来二来二刷来，功德无量啊。功德无量，你一个人要搞完吼，要好奇一个介好。三刷跟四刷。小慧跟安琪。我四刷挂掉我啦。啊，那个。真焦呀！哦，他看为了谋生一个领导的我也袂记住啦。哦，所以你要想较久啊，你啦。哦。你要想个什么？个你想？个一分钟啊！个一分钟哦。那无啥咯。嗯。恭喜你。对，这。哎呐，咱先过巴肚啊，过佛祖。而且咱工地代志拢有咧做。对，啊，你会记住，
咱做代志吼，咱唔茫互人勉强。阮因为阮未卡顿的好哩。哦，你重点。我未敢卡顿去人鼓舞啦。过来，我嘛未派人去甲你收钱。所以，若有人卡顿的好哩，也是派去到恁家甲收钱，拢唔是阮啦。那不是阮哦。我未做了工课。嗯。阮这个人拢介随缘的。对。啊！大家发一个欢喜心的，未去人勉强的。阮这无敢勉强，啊嘛未敲电话你的。嘛我嘛未敲电话敢鼓舞，肯定鼓舞无可能。我将来较真唔捌啦，我未安尼做啦。这个是老师的责怪。介些代志，咱都是爱随缘的吼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老师。老师哦。哦。我敲门啦。来，一双一双一双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系。诶，我跟你讲哦。来，来，二双，来二双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，老妹，我来好奇。好，来三双，谢谢啊。欢迎吴亮。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嗨。我来好奇。好的，来四双，谢谢啊。欢迎吴亮。来。为什么阮家的乡亲好朋友来菩萨？嗯。小等下，有哪看中间？等下慢车。大伯，他拄在外面。中间，嘿，他拄在迄个外面哦。咱为什么咱介只老菩萨拢下边来伫咱家好奇？伊干嘛去别里好奇？因为伊有看到咱的建设，咱的钱就开伫这个建设。所谓建设，咱开伫建设以外，社会公益事务的工课，一寡地方的弱势，一寡公益的工课，需要斗三工的。咱拢安尼咧做。对。用着我的钱，我都无甲恁讲。啊，若有去动用着咱中电照明扶持一个月100块的钱，嗯，我就甲恁报告讲啊，今仔日咱做什么工课？哎，这就是我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你有好奇，你唔要问看，但有收到无收到，你唔好问我，因为钱无经过我，我是伫只发扬着咱老母娘的精神安尼尔。因为迄钱行个爱入电脑，迄有电脑，迄有记录，迄拢未走虾米。老婆生，我咧做代志就是积得积，能得能，我做代志就是安，爱有交代。可能信任会高。哦，咱讲熟悉的，就是爱安尼做。老婆生，张辉真。这个人我都上重注重的信用嘛，人的人格呢嘛。没学袂来的。哦，来咱来做功课哈。就是张伟，你家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菩萨来给咱保庇哈。在咱这个中华园林之山卡路一段48巷二龙58号李素珍，中华 KO 东寮里顶新北街4号东玉路，新北市土城区顶福里中洲路27巷70号5楼萧殿席。新北市五股，生态路3段193巷2号3楼，何树强潘惠君，以及咱高雄国军北控二病院2303病房黄下贵，高雄大寮区万丹路428巷33号陈美丽，伫遮恭请着咱老母娘慈悲来甲因保庇，互因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好顺心哈。那么咱家有真侪位，甲咱母娘中电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哈。台北市的信义区萧维忠3月日，观音陈明勇10个月，德北张莲花15个月，云林台北乡咱的李英明6个月，五车王淑鸾20个月，水利林佩如12个月，三明区郑明立10个月。郑祖立10个月，蔡红兴10个月，屏东市蔡秀雄10个月，功德无量哈。张伟再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哈，我哩会当正福消业，消灾延寿，前途光明，财源亨通，地位开通，逢凶化吉，改恶成祥，财源广进，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。母娘主公普照，保佑身心大德，身体健康，元情光彩，合家平安，事事无灾，祝咱大家大发财。咱今麦来进行着咱的智慧容易。
手把青鱼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如今青青风雨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如果来到这边，智慧良语，这个单元的时间，在这非常感谢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，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，我们作为先生大德，作为菩萨，作为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也得和我们作为在做这个功课。稍等，请各位再把今天这个功德，我们来回向天顶在杯，土脚在手，水灵在手的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在各位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的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，咱的阿公，咱的阿妈，咱的爸爸，咱的妈妈，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手里若是有念珠，咱请个念珠请起来；无念珠的人，请双手合掌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咱昨昏的话题啦吼，昨讲到着咱，逐工伫咧想咱这阿弥陀佛，逐工伫咧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是毋是叫做妄念？实在讲，这也是叫做妄念。但是这个妄念上界接近着真实啦，所以咱用这个妄念来去断一切妄念。这叫做善卡方便啊！到了就进入世界了后，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同款那个声调。所以四种的念佛当中，持名上界方便嘛。哦，唯以下念，既然咱唔忙加这个净的一个水平来提得了上过关啊，其实八正道是落实在咱这十善业道。常常思维十善业，就是咱的正思维嘛。时常哦，想到咱佛的一个教训，就是咱咧讲的讲造业相念善法啦、啊。法就是十善法啦、啊，思维善法啦、啊，观察十善啦、啊。所以一切时一切处，念念不离十善啦、啊。咱就是变成善的人，善的人来念这阿弥陀佛，肯定就会当往生啦。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所以咱的心善，咱的思想嘛善，咱的言行嘛善，哪有迄个无往生的道理？所以对这个善，佮升级到这个净，净念相继品位得佮悬啊哩。善心往生凡圣同居土，净念往生方这个方便土呢，佮是报土呢。可是咱大家爱知影呢？净念的根是善念的，心那是无善，你要安怎会当清净？所以一定爱断恶修善。那么怎这个是安怎要安怎来修这个法？那不然要安怎来修这个法？你敢知？不是逐天你一念佛啦，不是安尼啦，时时刻刻咱拢爱反省啦。最低限度每一天暗时。像咱今日做功课、做暗课，好好啊反省一遍啊！要困之前，搁甲想一遍啊！今日一天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对心，这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依照着十善业来做标准，咱有过失无？哦，我若是啊，今日就对许多人恶业啊，做唔到代志，什么有诶无，咱都要赶紧反省啊！啊，那有这个过失，咱都要赶紧改过。明白清楚吼，这个佛门的大佛门，这大德无论是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拢作用功，这个功德来伫咧反省。出家人用功德啊，伊着莲池大师作为代表，莲池大师写一本册嘛，叫做《祖师录》啦。实际上就是功德功，这个功德，这个功德给就对了，一个一个功德给啦。这是刚做了善事哦，爱着甲记录落来。啊，做了歹代志，就搁个记录嘞，一条一条个列出来。善的代志较济，还是恶的较济？你家己记录嘛。今仔我
拢无甲许多人应出应去，啊，足有效诶。哦，安尼安咱得爱甲记录开，先诶功德就大嘛。啊是，要是你有哪共款，你喺咧做唔对诶代志，即恶诶业力就大。啊，做一个比较嘛。即、這个法当中，中下根诶人修行是非常有效诶啊。近代印光大师提倡即个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强调咱家己诶生命，而且文明甲改过来。哦，大家印象拢真深啦。命运是属于果报啦，啊，命运对对的来，对咱的善恶业来。所以，处改造咱的命运，就是爱先断恶修善，去做一挂好代志。像咱大家咧甲母娘中天照明咧扶持，虽然三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一千，不过集合正人的力量，咱会当为阿母做这代志，啊，会当发挥着阿母的精神。也可以为咱社会来做一挂公益的事务啊！凡是利益别人的，会当利益社会，这种好代志嘛。凡是利益你家己的，也是讲对别人、对社会不利的，迄都是恶的代志嘛。所以一般人唔知这个道理，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拢会认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利佛是决定无稳准咱为家己的啦。因为只要你为家己的念头，咱就正中的五执嘛，果报就在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六道轮回是对咱的五执变现出来啊。念念，啊，佫是为着我念念，要佫加强着这个五执，安尼你永远就出不了着这六道轮回。所以佛吼教咱就要破这个五执，就是要来脱离着这六道轮回，要来超越着这三界。破法执就是要来超越十法界，所以此。万万不能执着啦，执着就是咱家己吃亏啦，哦，甲别人不相干啦，这种是属于着咱的思想方面的一个问题啊，哈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讲我做到这，咱即马做回向，总归念一句，请对我念一句哈。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，请用掌啊，咱个地放开。这东西三嘴五嘴甲吞，未十个分钟爱记一路，吞一嘴，念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请您。今物咱看电影哩，就要看山电影院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。如电话，斑斑何欢似醉消，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。第一愿，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。其三阿文仔也点白歌《雪中红》。
Yeah.